快来看一看啊，现在我调节的是腿托跟靠背啊，嗯，而且它的滑轨也可以调节的。那如果说哎，我想跟前面近距离接触，哎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把它的滑轨啊，滑轨调节了，我可以向前，哎，哎碰着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往后提，哎没碰着。对吧？哎，你变魔术呢？碰到了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你是变魔术的吗？搁这儿？对，所以这个车子它是可以这样子来调节的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一个可调节、可操控、可旋转的 S 级独立航空座椅，嗯，就要找 JC 啊，点一下下方的左右下方的小风车，小风车可以点起来，来。咱们宠粉时刻到了，赶紧跟大家发一波福袋好不好？左上方啊，我们福袋给首汽最佳的用户，这会我们就设个3分钟20个抖币好不好？好嘞，20个抖币啊，20个抖币，欢迎你是调节腿啊，三分钟20个一个人啊，欢迎你，我怀疑你是调节腿而已，你自己。哎，你再看一遍好不好？没有20个，只有10个啊！你再看一遍好不好？什么叫做你只是调节腿？来，这是魔术，再给他演一遍。来，滑轨，看到没？我的滑轨，整个滑轨是慢慢往前的，这不是我的腿，这是滑轨在调节。它是滑轨，你看慢慢又往后了。你看到下面的这个腿托往前往。往后了吗？是不是？没有。直播间的大哥们一定要看一下商务车，它主要的调节就是在这个电子屏上面进行调节的。如果你不要电子屏，它是有一个老板键，这也是有一个老板键，看到没？我手的这方面，好好，嗯，摸到了吗？摸到了。你看，我往前滑，哎，它是向前了，哎。我往后调，哎。开始往后调了，对不对？我的靠背往后，看到没？往前，对吧？哎，有些东西我操控不了，前前后后的调节，进进出出的调节，这个东西我还不能操控吗？对不对？那个也可以操控。嗯，那个你自己怎么操控，怎么操控啊？你动就行。来，这个是可以。调节的，调节靠背、腿托，嗯，以及头枕所有的调节啊。咱新进直播间的粉丝，如可以转过来的啊，可以360度旋转。咱新进直播间的粉丝，如果你没有关注主播，记得左上方点一下关注。我们福袋还有1分钟就要发布了啊，没有领取福袋，赶紧领取一下。想不想看它直接360度旋转？想不想看这个座椅360度旋转？必须想。想的话，把你公屏把你那个想看它旋转，直接打在公屏上啊，直接打在公屏上。王总的车，对吧？是哪个王总？隔壁王总的车吗？对吧？哎，不管是王总的车、李总的车，哎，现在我坐在这个上面，就是即将是我可以舒适的一个车啊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。调节好不好？我先把腿脱。完了，社死现场。怎么了？下不去了。有没有想看？有没有想看他腿脱的一个调节？我就怀疑他电不足了。新来直播间的粉丝啊，哎，我那边在打电话。可能是谁连接了这个蓝牙啊？可能又有人粘了蓝牙。哎，还有二十秒，我们福袋还有20秒，没有领取福袋的赶紧点关注，别花走，左上方福袋还有20秒，赶紧领取啊！我车台小王妃已经领，没有关注主播，赶紧点一下左上方的关注，关注一下主播。福袋还有10秒钟，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看看福袋是哪位啊？赶紧领取一下。来了，哎呦，不是我，同发啊 ，A 同发这个大哥啊，哎，我们送什么对吧？
送什么？今天先暂时不送了，我那个今天不送了是吧？对，我送福袋呀、啊，送实打实啊，不对对对，送实打实的斗笠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把腿托调节好了，我稍后来给大家直接把我们这个车子进行旋转，好不好？想不想看到？必须想。直接360度旋转，直接给你干到后面去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旋转过后，我还可以怎么样子？你还能再旋转回来？还可以把腿托给你调节好，还可以给你旋转好。你知道这个车子，你能旋转过去，还能再旋转回来。对，这个车子你知道为什么有一点不太好吗？就是太丝滑了。我想旋转的时候，哇，纵向。哇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它这个丝滑感，我的天哪！你看，丝滑纵向动不了了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纵向。你这朝哪儿去了？你快点回来！让我旋转回来，太丝滑了，太丝滑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卡碟了，兄弟们，你稍等啊！新来直播间的粉丝，卡碟了，要不要它旋转过来？要不要它旋转过来？旋转过来了，它是，哎呦我天！为什么？如果说你太太也喜欢杰森一样穿丝袜，对不对？那你选商务车的时候，就尽量不要选刀光镜面地板，尽量你就选这种，太丝滑了，你就选这种，看这。摩擦都是可以了啊！来，如果说、哎、今天下午你讲车，你这么讲是吗？你就说这是什么地板，高光镜面的地板。你看我这样，说这样不是？如果说真的是，如果说我们嫂子也喜欢穿丝袜的话啊，尽量不要让她，就是我们车的时候，不是说不好，高光地板其实有它的好处，但每个有每个的优势。一不好的点就是太丝滑了，真的太丝滑了。为什么选高光镜面地板？是不是你啊？丝滑感比较强啊，丝滑感。来，我们把二排的这个座椅直接选。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我都怕你飞。哎呀，真的太讨厌了！我不喜欢高光的，又反光又滑，不好。快往回移移看看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座椅啊，已经往后调节了。不行，你别动了，你别动了。嗯、啊，兄弟们说再让你再转一圈，不行，再来一遍。太滑了！哎，你给大哥他们再整一遍来。哎，我发现这是个绝活呀、啊！啊，太滑了，真的太滑！再旋转吗？别走，别走啊！再给大家旋转一遍啊！太丝滑了，我好好拍，你慢点 来，不着急。来，你看，哎，直接旋转过来都是可以的啊。但是如果说真的，因为太丝滑了，你看这，你直接在这边开个溜冰场吧，真的是这种丝滑的感觉啊。就是它前面这辆车的地板，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地板的一个东西啊。这辆车的一个地板，它是双拼色，跟主色一样的双拼色的一个颜色，双拼色的一个颜色。它前面就我现在踩的这个位置，它高光镜面地板。高光镜面地板的话，就是它的一个材质感觉，你看它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看的。真的很好看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高光镜面，它的这种滑的这种，就是你尽量不要让嫂子跟杰森一样穿着这个丝袜，太丝滑了，就是比德芙还要纵向丝滑啊，还要纵向丝滑的这种感觉，贼丝滑。对，来，我们来一个福袋给我们粉丝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左上方福袋啊，如果没有领取的，这回我们玩多大的，赶紧领取一下，发50个斗币给一个用户，好不好？50个斗币给一个用户，对对对、啊，几分钟？5分钟。好嘞，来左上方，你说3、2、1，咱们走。咱们5、4、3、2、1，上福袋，赶紧上起来啊！来，新来直播间的粉丝啊，如关注主播，这辆车是双拼色，叫做蓝爵的一个车子，车长5370，车宽201880，就是从到这一面的车宽是1880的车宽。车高就是从底到上面到顶层的这个车高是2088的一个车高，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大空间感，大空间可以施展的开的一个空间感的，你就一定要选 V260L 改装的高顶车，因为长轴高顶它的一个空间感会更足一点。但如果说我们嫂子喜欢穿丝袜啊，就是你给大哥再演示一下，就是尽量不要选高光镜面的地板了，这个太滑了，你看直接这样摩擦都没那个。
不知道我现在的脚底什么感觉吗？我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，就是怕抓不住嫂子，太滑了。对，是太滑了，真的有点滑。你看，这不是人的话肯定来说，谁让你这么样子讲这个地板呢？这个车地板得多好，怎么样的？但是真的是这样子，你体验感不一样，它就不一样的。就像这个车子，它的这个地板，你看，哇哦。有迈巴赫 MPV 吗？有的，我们等会就可以带你看。这个大哥，你可以后台留言一下，我们到后等会把那个配单给您发过来。我们有一款巴赫，它整个外观看起来像 SUV 一样啊，像 SUV 一样。他问那个地板有没有味儿？那你来呀，你来感受一下呀，你来闻一下呀，才知道呀，对不对？那蜡打多了吧？没有打蜡，我们这个是直接用那个来擦的，没有打蜡啊。然后这个车子啊。就如果说你喜欢，对不对？你就像 Jesse 一样喜欢穿丝袜，对不对？那就尽量不要选高光的一个地板啊，高光镜面地板它容易摩擦，容易起滑。你选什么地板？选马毛地板，马毛地板的一个材质会更好一些啊。新来直播间的粉丝，如果你没有关注主播，记得左上方把关注起来啊。咱们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中间飘屏不间断。先点关注后分享，快来我的直播间里躺一躺啊！还有两分钟，对，真的很丝滑，太丝滑了。你看，我要扶着这个扶手，所以扶手的隐藏功能。我明白了，真的。这扶手为什么这里加一个扶手，你知道了吗？为什么？设计师真的是哇，真的老司机，真的想象太周到了。你看这个真的是滑的太厉害了啊，太厉害了。如果说没有关注主播啊，赶紧点一下左上方的关注。这一款纵享丝滑版的感觉的车型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就赶紧后台留言啊！赶紧提车，这款车现之前官方指导价130-135，你直播间价能在118W 左右，但是现在啊，现在就是现在，就是此时我们直播间的价格能拿到多少？直播间的价格直接给你抹掉20W 啊，是20W 吗？20。我干得好，真的是20W 是多少？98.8，抹掉一个八都可以啊，98直接提回家啊，就要放。你说了算吗？我说的不算，叫周总下来好吗？我说的能不算吗？对不对？咱就是找你就行吧。找我就可以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后台留言啊，下方小风车转起来，后台给主播留言，我看中这一款纵享丝滑版感觉的这个地板，这个高光镜面地板的这个车型，我就看中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你就看中它了啊，你看中它了，你也想要。跟 Jesse 同款的这个丝滑般的这个高光精品地板，一个双拼色车身的这款车，你就可以不用再等着你救了，还有40秒，你可以点一下左上方关注一下啊，后台给主播留言，这款车官方指导价，我 Jesse 我本人给你压到多少？98.8，直接提回家，现场给你把后0.8抹掉，98就要发，赶紧提回家，赶紧点一下下方的小风车，赶紧提一款跟 Jesse 同款的这款纵享丝滑般的改的这个车型，直接在上面跳踢踏舞啊，是不是？ 你想跳踢踏、哎、我真想起来，你想跳啥都没问题，你跳一下试试看呗，那我就丝滑到哪里了、就是、左一脚右一脚那个跳起来、那个、对吧，咚咚咚咚咚，别说跳，你跳芭蕾都可以啊，你再来，这种丝滑感，咚咚咚咚咚，对吧？直接是现场来一个芭蕾舞，把饭端来。我知道了，明天穿什么？明天穿芭蕾，对不对？直接给你现场来跳一个芭蕾，丢丢丢，都没问题呀、啊，哥哥，这辆车多优惠，现在直接给你拿回家，多好呀！赶紧啊、来，没有关注主播啊，左上方点一下关注。关注主播不迷路，快来我的商务车里住，感受同款丝滑，想不想感受同款丝滑的感觉？必须的呀！想让感觉，来旋转，我给你旋转这个座椅，想不想感受同款可以旋转360度的一个沙发座椅啊？来，我来给你旋转一下，你就会感觉。我跟你说，开始晃了，绝对是没开启我们的悬挂。
车晃了吗？车没开启空气悬挂，我开起来我看到能不能晃了吗？只是我在晃啊，我在你的心头不停的晃，为什么？因为太滑了，是吧？这种丝滑感，我感觉我脚底都冒火光了，是吧？来，没有关注主播啊，赶紧点一下左上方的关注。我现在要你们旋转了，马上就开始旋转了，旋转跳跃不停歇，好不好？赶紧。大哥说让你坐着旋转一下子。我不要坐，我就站着给你旋转。坐着太没有感觉了，没有支撑力，对不对？站着我还能扶一下扶手。你知道为什么设计师在这一块做扶手吗？为什么？他不是说上下车，他就是为了你旋转的时候撑力呀，是不是？哎，赶紧啊！左上方没有关注，点一下关注，关注走起来啊！新来直播间的粉丝，咱们先点关注后点赞，咱们今年财路千千万，先点分享后关注。快来我的商务车里坐，坐一坐，对不对？先点关注后分享，快来商务车里躺一躺嘛！再点来波福利吧！哦，赶紧左上方福袋发起来啊！赶紧发起来！再发50个吗？发五十个是吧？必须宠粉一下啊！宠粉宠起来啊！宠粉宠起来！共享丝滑般的感觉，捷瑞同款男爵商务车啊！今天做活动，如果感兴趣，后台留下。活动最后一天，纵享丝滑，直接90给你就要发，直接带回家。不仅你就要发，你也要发，好不好？好，发起来啊！来旋转一下，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纵享丝滑般的地板，高光镜面地板旋转过后的舒适感，好不好？还有4分钟，抓紧点一下关注。来，点一下啊，点一下啊！不是。我们1000个人就9人参与，啊，2%吗？哥哥们，来感受一下纵享。我就说我不要坐在上面嘛，坐在上面一点支撑力都没有，还是有。你看，啊，太。你慢点滑，别摔倒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要把它座椅调一调，座椅调一调，来感受一下。不是，刚刚那个靠背没有调好，所以它就是。所以靠背没有调到前面来，刚刚主要是给你介绍地板了，然后我的靠背没有调 ，Mom baby， 哎，没有关注主播啊，赶紧点一下左上方的关注，关注一下啊，关不迷路，快来商务车里住一住，住一住，先点关注后分享，快来商务车里躺一躺，商务车360度旋转，准备好了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直接，这是电动的啊，电动的，不是手动的。哎、我直接旋转的，马上找不到北了。不能自动转，它是电动滑轨啊，电动滑轨。来，纵享丝滑般的感觉，我们来三排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三排。你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调好，你再来三排好吗？你吓我一跳。我现在把这座椅来给大家调一调啊，调好靠背调节到后面，滑轨调节到后面。腿托调节起来，三排也可以纵享丝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三排我给你拼命教啊，你直接纵享丝滑来调踢踏都是可以的呀。三排是不是有两个扶手？三排对，两个扶手。你把第二排座椅再往下调一调。你知道两个？你给老铁看一看，我终于知道这个怎么用的了。哇，它的用意了是吗？你看这还涉及到老板键，你在三排就可以直接调节，对，直接操控老板键，一键按压，一键调节，没问题。老板们、王总们，这一款车型你还在什么？赶紧来看看三排的扶手啊，直接用起来了，踢踏跳起来，对不对？不连一脚右边一脚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小哥是吗？噔噔噔啊，直接可以现场跳了啊！为什么别人小哥小姐姐不敢跟你这么讲？因为他的车没有我们车大丝滑，因为他的地板没有我们丝滑，因为他的高顶可能不是阿根塔拉的软包，因为他的顶层没有星空顶，这些都是别人没办法给你做到的。但是我 Jesse 给你做到了啊，有星空顶，有星空顶，有直接的商务灯，有那个氛围灯，以及还有天窗，还有这么纵向滑板感的地板，对不对？无敌了，无敌了 ！YYDS 来 ，YYDS， 把 YYDS 打在公屏上啊 ！YYDS 把 YYDS 打在公屏上啊，家人们！这款多少是吗？让指导130到135，今天不要了，
后面的到118，今天也不要了。你看看，有人说了给我定两个。今天多少？今天咱们直播间只要98.8W 啊，只要98.8就可以把这辆车提回家，并且有一个 JC 同款的纵享丝滑般的高光镜面地板，对不对？我今天98.8也不要了，我帮你把后面的0.8抹掉，98就要发，不仅你就要发，你也要发，赶紧提回家。大哥说了，有两个大哥先回答一下问题啊。大哥说了，第一个是一次性订3个，能不能有优惠？啊，你们有那个？你后台给我留言，你不仅订三个，你订一个我都可以帮你申请，好吗？然后寒暄说98落地吗？98不是落地啊，98是你提的一个这个车的一个价，裸车价啊。但是你要是有购置税，还有保上牌啊，可能要加一个8到5不等，具体要看你保险是选什么样子，购置税是多少。这一块的话，你想了解，赶紧点右下方，右下方的小风车，小风车可以点起来啊，直接我能给到你的是98车啊，98这辆车你可以提回家，但是。如果说你保险购置税等等所有其他的，对吧，你可以后台给我留言，我可以帮你算好这款车你全提大概有多少个 W 啊，后台赶紧给我们留言一下。梦里上岸这个大哥，你后台给我们留言一下，到时候可以那个啊，咱们店具体地址在哪，咱们店具体地址你给一下下方的小风车，或者是你可以给我们后台留言啊，后台留言，我们是在上海宝山，上海宝山，想请你后台留言，我们把具体给您发过来，赶紧来看一看，98就要发啊，要发你就也要发，赶紧来提回家，好不好？这款车型啊，这款车型，大哥说后面是不是可以打麻将？哥哥，不仅是打麻将，你想干啥就干啥，你的草原，你的马，你想咋耍就咋。不仅打麻将啊，打扑克，打啥都可以。哥哥，看一下，你看这空间多大呀！你看这车多白呀！你看这模特多好看呀！是不是？来，同款啊，同款啊！如果感兴趣，赶紧领回家啊！福袋是啥？刚刚福袋是我们50斗币啊，50斗币是直接给送给大家的。来，我们可以把座椅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哥还想说看看外观。看外观是吧？你带大家扫一下外观，我来把座椅调节一下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外观，外观那个是什么？车子的话，它是纯黑色的一个外观，然后整个包围的话都是迈巴赫的一个包围，中间会有一个瀑布式的中网，而且还有一个什么？奔驰的镜面大标啊，奔驰的镜面标。如果说你也喜欢这一款，你可以后台给我们留言一下。我们把这个车子的配置单详情配置单给您发过来，您可以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啊，全方位的了解一下，全棒棒点全可以吗？威霆改的吗？不是威霆改的啊，是 V260L 改装的长轴车。你去3排吧。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车子的内饰空间会大一些，我们去3排来调节一下，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子整个车内饰空间啊。而且那你得有女朋友呀，你没有女朋友那是不行啊。首先你得有女朋友，再来你得有一辆这样的一个车，对不对？对。或者是你首先得有这辆的车，然后你才会有女朋友，是吗？没错的，没错的啊。哎，你要不要就在这儿展示一下那两个扶手怎么用？扶手，哎，主要怎么说呢？这个车子的它的前面空间也大，后面空间也大，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纵享丝滑，因为地板也是高光镜面的地板。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，我脚下这一块都是高光镜面，这个地板是双拼色的，这边我现在这一面它是木地板，这一面是木地板，这一面是高光镜片的高光镜面的一个地板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整个车子都换成高光镜面的，没问题，或者是你整个车子你喜欢木地板的感觉也是没问题的啊，都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车子，而且这个车子它的三排，就我现在在的这个三排，这个座椅是直接可以平躺成180度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不是沙发床？对，现在它就是一个180度平躺的沙发床，所以你在上你想休息的时候可以休息，你想睡觉的时候可以睡觉，你想追逐也可以追逐，你想做啥就做啥。你的草原，你的马，你想咋耍就咋耍。而且它还有一个腿托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有点短？嗯，有点短。
我来给你变一下，直接给你变长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得说有没有星空顶？有星空顶啊，看到没？因为我们现在星空顶这一块的一个电没电了啊，所以呢可能没打开，没有特别明显。但是我稍后可以帮你打开一下，它顶层这一块是有个星空顶的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氛围的，我帮你做一个全包围的星空顶，要不要？要的话就给你做起来啊！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你觉得 OK， 都可以帮你做的啊，都可以帮你做的。正在直播间的粉丝啊，关注主播，赶紧点一下左上方的关注。我现在把这个车子的腿托已经给大家